三二，你无听过？伊是放的谁歌？伊嘛无听过，食薰，干那食七七，谁歌？你嘛无听过，拄则叫我去买薰，给我一百块的，谁歌？阮一直放的。翔哥，来，你看近点。西瓜哥，是你听都没听过哎，干什么东西？你所以你现在是跟着我们咖小，这样超薄罗勇哎。跟你讲啊，从昆明街到华西街，通通都是我的鬼事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管啦。跟着我，不然是不好。赢这咖小不难吧？干，太荒谬了吧？啊，讲话哑巴哦。你难道是没有听说过我们孙氏集团吗？孙氏集团，你是说那个总裁把核弹当烟火在放的？听说连郭台铭都要跟他们借钱。敢听说霸气总裁的小说都照抄他们的公司剧情？那个孙氏集团，那个孙氏集团，看，好不好啊？